我哋今次咧係繼續講到關於禱告代禱啊，同埋讚美嘅。咁我哋將呢啲放埋一齊，即係講到禱告啦、代禱啦，同埋讚美。因為其實咧幾樣嘢可以放埋一齊嘅，我哋嘅禱告喺對喺今次呢度講到咧一個要點咧，就係讚美帶嚟神嘅同在同埋聖靈，聖靈嗱呢一點咧係有。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神的同在是有程度的，在我初信主的時候我已經發覺一件事，就是當我讚美神和在有些祈禱是有分別的，即有些祈禱呢，尤其有些人帶祈禱呢是即挺沉悶的。我是有一個在我參加祈禱會，我初信主的時候我很熱切的，什麼聚會我都參加的，但有一個聚會呢，我就參加他們的代禱會，咁佢哋就會做乜嘢呢？就會講出有，譬如有十項嘅祈禱會啦。跟住第一個人咧就會祈一二三四五六，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個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哇！講來講去重複重重複。當我咁樣祈禱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有種感覺咧，真係好攰啊！同埋咧就點解重重複複都係祈翻同樣嘅嘢嘅咧？咁但係其實我應該都會講到代禱嘅，即係一樣我哋係應該代禱嘅。咁但係有個觀念咧，我就當時發現嘅，就當我讚美神嗰時咧，我係完全冇呢種感覺喎，我係覺得好輕省、好開心嘅喎。所以喺當時嚟講咧，我已經好中意讚美神嘅。其實喺我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我已經有啲嘅親近神嘅方法咧，係我覺得好好嘅。嗱，譬如你時都聽我唱嗰首啦，耶和華是我的保證。我必不至於煩，他是我躺卧在正造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睡眠。嗰時咧，我有時喺度唱，有時黑文下唱，發覺好平安，好喜樂，好輕省。我就覺得咧，同有啲好繁忙嘅禱告，嗱，我一樣會代禱嘅。一間我會解釋到代禱可以點樣代禱法咧，就唔係沉悶冇力量嘅，而係好似即係唔係沉醉嘅，而係咧係有生命力嘅。咁嗱呢度咧，首先講到一點咧，就係話咧，親近神係可以帶嚟神嘅更強烈嘅同在。嗱呢一點咧係我唔知道，因為我初信耶穌，我已經發覺一樣嘢咧，就係當我一讚美神咧，我就覺得好喜樂嘅。我亦都記得咧，好多次一祈禱咧，一親近神睇聖經咧，係即時感受一種唔同嘅平安嘅。咁我當時就冇呢種意念啊，就係我可以點樣加強。直至到我聖靈充滿之後咧，我就發覺可以加強嘅。喺聖靈充滿之後，我就發覺咧喺一群人投入祈禱係好大分別嘅。我曾經有幾次有咁樣嘅經歷，其中一次咧就係、是當時有一個報道家嚟到香港，佢帶領聚會啦，咁咧聖靈充滿好強。咁佢走嘅時候咧，佢就留低佢一個學生。佢走之後咧，留低一個學生咧，就個學生咧就領嗰個聚會啊。咁咧領個聚會咧，咁我哋又一齊，佢又叫我哋一齊為啲人祈禱喎。咁咧祈禱嗰時咧，真係咧覺得好強烈。當呢個佢呢個學員啦，即係佢唔係普通，即係唔係中學生嗰啲學生啊，即係跟嗰個報道家學習嘅一個學員啦。佢同我祈禱嗰時，哇！我覺得好大嘅能力。跟住咧就當時咧有一個傳道，即係我哋好熟悉嘅一齊合作嘅。佢行過嗰度咗，喺幾尺之前咧，佢已經成個人跌低地下，即係行埋嚟啫。咁我亦都曾經以前咧喺，其實我有好多呢啲嘅經歷嘅。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地方有成一段長的時間帶領聚會，咁當我哋帶領聚會的時候咧，佢哋個個都好投入，嗰群人又好投入嘅。咁我就有一次我就喺度操練，我話嗱，我哋兩個人喺度投入祈禱，跟住咧另一個又好投入，我話嗱，你而家跑過嚟咁啊，我就想去感受下，當佢嚟到我哋兩個人投入祈禱嘅時候，跑過嚟嗰種感受。但係嗰個經歷咧，係我完全想像唔到嘅，即係我完全冇諗到係咁啊！咁佢跑過嚟，一跑過嚟，嘣一聲反彈，跌咗喺地下嗰度，直情跑過嚟好似撞到嗰啲，好似個隱形嘅窗咁樣，隱形嘅玻璃啊！佢就反彈過嚟，即係
係經歷到神好大嘅能力。咁我亦都有一次咧，我去到菲律賓，喺個菲律賓嘅聚會咧，嗰個牧師咧就特別恩待我，因為即係帶我哋去嗰個牧師咧就介紹我係傳統教會嘅牧師，經歷聖靈、開放聖靈。咁咧佢就叫咗我上台祈禱，我都未行埋佢嗰度就我已經就即刻跌喺地上。跟住佢就叫一個牧師嚟同我按手，一路按咧我就一路起落啦。按下呢個牧師就跌喺地下，佢又叫第二個嚟，即係一個嚟對第二個。然後完嗰時咧，我哋成班人坐曬喺度啦。咁我行埋去，即係我完咗之後行埋去。咁我哋其中一個去嘅人咧，即係同我好熟嘅。咁我佢又喺度起落喎，咁我就埋去就同佢按手。哇！點樣知嗰個反應咧？即係我完全唔係想嘅，佢係嗌通天啊！成個教堂咧，全部望住佢。咁我即刻縮手，即係我完全唔係想係咁樣樣。但係當時嗰、那個即係係非常之強烈嘅神嘅同在，咁亦都喺呢啲情況之下，我為人祈禱咧，即係真係係見過好多好多嘅神蹟奇事啊，生命被改變啊，咁我都係時時點解我叫你哋去一齊操練咧，就係話讓我哋時時帶住神嘅強烈嘅同在。如果大家喺屋企日日都用長嘅時間祈禱，放整個人咧投入，然後咧即係專心嘅祈禱，然後咧跟住咧你都喺全日做其他嘢嘅時候一路讚美神咧。我哋嘅聖靈充滿嘅程度係唔同嘅。嗱，聖經講到咧係有神嘅同在係唔同嘅。喺撒母耳上，撒母耳記上十章五節一齊讀下。只有你到神的山在那裡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時候，必遇見一班先知從幽潭下來，前面有鼓瑟的、擊鼓的、吹笛的、彈琴的，他們都受感說話。然後的靈必大大感動你，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你要變為新人，這兆頭臨到你，你要就可趁時而做，因為神與你同在。呢度講到咧，有一班先知咧喺度奏音樂，咁佢哋應該就唔係單純喺度練樂器啦，應該就喺度讚美神啊！呢、这個即係聖經冇理由咁啊，成班人就喺度練樂器噶，係咪？咁同埋咧，佢係受感說話，其實原文係說預言，因為翻譯聖經人咧對於說預言有啲唔係好接受啊。其實大家熟悉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先知講道原文係乜嘢咧？說預言啊！因為好多人都接受佢一個，因為講到方言同埋說預言啊嘛，咁佢哋將佢翻譯咗做先知講道，咁啊先知講道咁咪覺得接受到。咁其實咧聖經係講到說預言嘅，呢度亦都一樣啊！佢哋就個個喺度說預言，咁到底說預言係說乜嘢預言咧？是不是全部都是預言將來的事，抑或是也都講出神的心呢？其實未必一定全部都是預言的，即有時呢就是講出神的心意，神要講的說話。好了，當這句說話呢是誰講的呢？就是撒母耳對掃羅講的。然後他就說，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你，你就要跟他一起受感說話，即去到那裡你就會受感說話了，你要變為新人，即去到那個地方就變為新人。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就要趁时做了，你要做应当做的事，因为神与你同在。这里讲到这句话很重要，神与你同在。我们查经的时候，研经的时候，我们就去问了，这个神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因为神的同在在圣经里面讲到，可以是神普遍的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如果无所不在，撒母耳就不用说你去到这里就会趁时做了。那他就可以跟撒母耳說了，你走到樹那裡又可以，山那裡又可以，去個屋又可以，河又可以，到處都有神同在嘛，那你趁時做了，即他可以這樣說，但這裡不是說是去這班人那裡當中。那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神與神的百姓同在。如果是這樣，他說你可以隨便找一個以色列人，一班以色列人騎緊土就可以了，又不是喔，他特別是講到這班的先知，就是這班先知呢在那裡不斷在那裡親近神、讚美神，一路是受感說話，即是說呢，其實這班先知就是撒母耳，就是在舊約的時候是一個復興家，幫助這班人聖靈充滿、靈命更新，有強烈的神的同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去到那裡就立刻會改變。這個就是講到一個神的強烈的同在。所以祈禱不是單是猛地說很多東西，而是跟神相通，有強烈神的同在的時候，神就會做很偉大的事。
其實在歷史上記載有不同的情況，包括呢是一些、天主教的一些的修士、聖法蘭西斯咁樣，佢祈禱咧，即係有啲人咧會見到好似火咁樣樣喺嗰個地方啊，同埋好多醫治嘅。其實有好多不同嘅呢啲嘅以前嘅、天主教嘅呢啲嘅修士咧，佢哋祈禱咧都好有能力嘅，即係好多病得醫治嘅。咁同埋咧喺復興嘅時候咧，亦都有不同嘅人都喺呢聚會啊，即係嗰啲人係好多祈禱咧。嗰啲人去到個周圍嘅區域咧，都會受感動，就喺度喊嘅。咁其中一個、出名嘅咧就係、是、Charles Finley。Charles Finley 其實嗰陣時未係聖靈充滿嘅時候，但係佢講到佢咧入一個工廠啊。佢入個工廠嘅時候咧，嗰啲人本來做緊嘢嘅，點樣知咧佢入到去嗰度咧，有啲人就開始喊，就感動，就悔改喎。即係呢個咧就係講到神嘅同在喺一啲人嘅身上咧，可以帶嚟人嘅悔改嘅。咁亦都有一個報，有一個復興家咧，佢又講到，佢因為佢好肥嘅，佢喺飛機度行咧，咁咧就個空姐又行喎，個空姐行變咗身體咪好多碰撞啦，咁啊身體碰撞啦，跟住嗰個空姐咧就好受聖靈感動啊，即係好，佢講出呢個咁嘅經歷啊，喺個飛機上呢個人咧就被聖靈感動。咁即係話咧，講到咧神與人同在係可以加強嘅，呢一個咧係呢個教導咧係好多人冇留意到神嘅同在可以加強，所以我希望大家渴慕，因為神嘅同在加強，你整個人嘅生命就會提升，你全個生命會提升，你嘅健康會提升，你整個人嘅動力，神俾你嘅恩賜，神俾你各樣嘅能力都會提升嘅。咁呢個咧係即係神好大嘅恩典嘅。因為我認識得嗰啲人咧，包括我媽在內，以前都同我講嘅，你都四十零歲咧，你就要開始揾個老花眼鏡嘅。佢話咧，佢教我，佢話你去嗰啲周圍嗰啲，有時啲人坐喺度咧，就賣啲老花眼鏡或者啲眼鏡鋪咧，你唔使去嗰啲去安嘅，即係你就有啲普通有眼鏡買太陽眼鏡嘅地方咧，佢就擺一紮嗰啲老花眼鏡，由淺到深，你就去揀一副就啱噶啦咁啊。他就告訴我四十零歲開始就要的，我周圍的人都是這樣說的，但是我發覺我現在六十多歲都是不用的，即都是不用看，都是不用攞回眼鏡，一樣可以看到很小的字，即這個呢即神的同在可以帶來各方面神可以很大的祝福的。這裡就是講到讚美原來可以帶來神的同在，禱告可以帶來神強烈的同在。這裡借此我們講的有神的同在和勝利，摩西的禱告也是帶來得勝，我們一起讀出埃及記十七章十一節，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利人就得勝，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和會議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這裡講到就是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他幾時的手垂下來亞瑪利人得勝，即是講到摩西祈禱的能力。我們看得到這個經文講兩樣東西，一個呢就是祈禱的能力，第二是講什麼呢？第一就是祈禱的能力，第二是摩西祈禱的能力。因為他沒有說到亞倫會議他們舉手又是同樣的後果，是講到摩西舉手的時候是有這個後果。那這個東西其實聖經是有講到，即是說當其實任何人的祈禱神聽的，但的而且確聖經是有講到有分別，聖經有講到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下面也講到摩西和其他人的不同的地方，出埃及記三十三章十一節一起讀，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即是他跟普通人是很不同的，就是神跟他說話好像朋友人和朋友一樣的。我們之前也曾經是看過一個經文，就是講到摩西在神眼前蒙恩，在出埃及記三十三章第十七節，我一起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即是你在我眼前蒙恩，並且我是按照你的名字認識你，即是你這個人
係我所睇重嘅。即係話原來一個人睇重神嘅時候咧，係咁唔同嘅。咁你話咁，我幾時去到摩西個位啊？唔緊要嘅，你去到你唔使話我要去到摩西個位啊，摩西個位去到嗰度啦。咁你喺呢度啦。咁你但係你總之你每日向前咪得咯，係咪啊？每日向前加強咪得咯。同埋耶穌又講一樣嘢嘅喎，耶穌話施洗約翰好偉大嘅喎，係咪啊？婦人生嘅每一個好似佢咁犀利喎，但係跟住講咩啊？喺天國裏嘅最少都比佢大。嗱，呢個天國到底咩意思呢？一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新約嘅信徒，聖靈有聖靈充滿嘅；第二個可能性喺天堂嗰啲信徒，天堂信徒最細嗰個都一定大過施洗約翰，係咪？咁到咧第一個可能性會唔會係真咧？即係話聖靈充滿嘅基督徒可以咁強咧？其實我哋睇得到聖靈充滿，其實可以帶嚟好大嘅祝福，同神嘅關係好密切，祈禱好大嘅能力，亦都有好多人咧進入神嗰種嘅領域啊，睇到神嘅異象啊，神帶佢去天堂啊，同佢指示將來發生嘅事啊，同埋指示佢點樣復興，點樣帶動復興。其實真係喺聖靈充滿咧，係經歷可以好多嘅。喺我初經歷嘅時候咧。咁我喺我嗰陣時帶一班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咧，就去到嗰個聚會啦，即係呢個經歷聖靈之後幾個月之內嘅。咁我嗰幾個弟兄姊妹咧，我都為佢哋祈禱啊。去到嗰個聚會，即係喺個聚會後面啊，完曬噶啦，即係嗰個負責人已經走咗啦。咁我哋幾個咧就喺度祈禱，咁我都為佢祈禱。跟住嗰個教堂嘅牧師，佢就同我講，佢睇到我，佢話我知道你係初經歷聖靈。他說你將來還會有很多經歷，他跟我講這句話，你將來還會有很多經歷，即是給我很大的鼓勵。即是我會看到個圖畫好像什麼呢？進入救恩就入了道門，當你進入聖靈充滿呢，你入另一道門，這道門後面還有很多門，即是越入越多的。但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只入了一道門，他停滯不向前，結果咧，佢所得嘅都係好，即係有啲係低層次，但亦都有啲係被提升嘅，即係兩樣都有嘅。但係當一個人真係同神嘅關係咁好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帶住好大嘅能力。所以呢個講到喺神眼前蒙恩，按你嘅名認識你。耶穌講到施洗約翰，婦人生嘅冇一個比佢大，而喺天國嘅最少嘅都比佢大。咁即係話咧。這個經文可以講到新約時代的信徒可以去到一個什麼位置，如果神和摩西這樣的時候，神都可以跟我們有這種這麼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看小自己，真的向真的求神去幫助我們大大的發揮。我們跟旁邊的說，你可以給神大大的發揮的，你可以給神大大的發揮。哈利路亞，我希望你每天都跟自己說，我曾經講過恩典祈禱，你一起身點樣？哈利路亞，耶穌，我有我嘅。哈利路亞，我要好開心。可以，即係當你一發覺自己有啲咁多唔開心，你都可以咁宣告。同埋，就算你開心一樣咁宣告，因為話我可以好開心，可以好喜樂嘅。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都可以話我係有好多恩典，我唔使憂愁，唔使擔心，唔使憂慮，唔使孭重擔嘅。即係希望大家都成日喺呢種狀態。嗱，當然其實今日都。不是那麼多人是好像人和朋友講說話一樣，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有些人在神裡面的經歷是比即是可以去到這個層次的。即是我認識有人講給我聽，曾經去天堂的黃泉島，他說有些人是活著在地上，然後他的身體可以去到天堂還有去到不同的地方的。咁亦都咧喺 YouTube 都有我見到不同嘅見證，就講到咧有一個人咧，佢喺個領聚會啦，喺領聚會嘅時候咧，忽然間咧佢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喎，喺第二個地方咧，佢去到嗰度咧，嗰啲人就請佢祈禱喎，然後咧嗰啲人就見證，佢話佢明明喺呢個地方領聚會，但係佢的而且確嚟咗另外嗰個地方嚟到我哋嗰度為我哋祈禱，佢仲為我祈完禱，然後佢又翻返去佢自己本來嗰度。其實聖經有講過，腓利咪係一個例子咯。
佢傳咗福音，跟住就神就將佢提咗去第二個地方，即係話有人可以同神有呢種咁樣嘅關係嘅。所以喺神裏面咧，我哋真係無可限量。我希望大家咧知道係無可限量，你知道無可限量，你就會好追求嘅。譬如你發覺一個健康嘅做法啦，就先我介紹你嗰個方法啦，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方法。不過因為佢唔使食藥啊，唔使食藥，所以我就介紹咁解。因為食藥方法太多啊，呢個唔使食藥方法。如果有個方法係好犀利嘅，你乜嘢病都醫好曬嘅，咩問題啊？癌症啊，譬如咁啊，癌症啊，或者咩頭痛啊，消化不良啊，乜全部，哇！一用咧即刻全部好翻曬。如果你聽到，你會唔會好興奮、好著啊？在神裏面，我們進入神的同在，可以進入一個高度和神的關係，其實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希望你真的深信我們在神裏面是可以進入一個很高的領域。雖然你日頭是會有忙碌，但你一路忙碌你都想著耶穌，你經常想著耶穌，你就會自然神的同在就會和你加強的，在你身上加強，經常都感謝神，多謝神。這裡就是講到祈禱可以帶來這種咁大嘅同在，帶嚟能力同埋咧德性嘅。以利亞禱告嘅能力啊，列王記上十七章一節，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亞對亞哈說：一齊讀啊！我只在所侍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即係呢度佢講到咧，佢唔祈禱就唔會落雨水嘅，係我祈禱先會落雨水。其中一個咧，我去非洲嗰期個牧師咧，佢同我講好神蹟喎。佢話咧，神同佢講話，佢冇護照可以搭飛機，佢就喺個飛機場嗰度，去到嗰度買機票。佢話咧，那個人話你冇護照唔得喎，飛到。但係佢一路等我，一路坐喺度等我。嗰啲人同我講：你等乜嘢？佢因為神話俾我聽得喎。咁佢真係飛咗啊！真係真人真事嚟嘅，我攝錄咗添嘅。啊！以利亞禱告，火就降落嚟。列王記上十八章三十七節：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於是耶和華降下火來，燒盡燔祭、木柴、石頭、塵土，又燒乾溝裏的水。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呢啲神蹟真係好難以相信㗎，係咪？喺末後嘅日子，神係會做好奇妙嘅神蹟。神可以做呢啲嘅神蹟，即係呢啲神蹟可以再一次喺我哋當中出現。當我哋喺真係熱切地去宣教、去幫助人的時候，同埋喺最後末後的日子，喺大逼迫的時候，敵基督出現的時候，聖經講到咧，基督徒被提，其實是講到係耶穌翻嚟嘅。有些基督徒就以為敵基督出現，佢哋就會消失啊。其實唔係嘅，聖經冇咁講到。聖經講到馬太24章同埋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講到耶穌被提，都是講到耶穌翻嚟嘅。我哋都是要面對敵基督。但當我們受逼迫的時候，有些情況就需要有這種神蹟奇事。當我們有這個信心行神的路的時候，神的神蹟就會跟著你，就會行神大的神蹟奇事。為什麼會有這些神蹟呢？因為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神是有這個充滿的能力的。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知道真的會發生的。其實我每個聚會都經常有神蹟發生的，這種神蹟我就未見過，但我都是渴慕有一天。所以我見親死人呢，我就實係為他祈禱，祈禱到啲人話牧師要走了，我一定會祈禱最後嗰一陣嘅。我係會唔理佢哋點都好啦，佢哋個個喺度等到我，我一路為佢祈禱噶啦。因為點解呢？我好想睇見佢復活，並且咧我又見到有人盲啊，我又會繼續為佢祈禱嘅。總之咩問題咧，我都會繼續為佢祈禱。我就係深信神係會行神蹟，尤其嗰啲死咗嗰啲咧，係更加我係即係個心裏面就係神，你因為神係全能嘅，所以佢在神咧係凡事都能，同埋讚美神帶嚟勝利喎。歷代志下20章21節，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歌頌
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西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西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西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残杀，击杀。呢度讲到咧，当佢哋赞美神咧，神就做工咯。咁啊，点样做咧？就系嗰啲亚门人同摩押人咧，就击杀西尔山嘅人，然后咧将佢杀尽之后，佢哋又自相击杀。即係呢個神用的方法，就是當我哋讚美神的時候，神就會成就他的偉大工作。所以我哋當我哋發覺我哋人生有很多困難的時候，我哋就親近神，你就發覺神就會做神奇的事，神就會做奇妙的事，就不要被那些困難壓住。有什麼困難都好，相信神一定做工的，就全心全意行在神的路上。你哋不是每一個都是傳道人，不緊要的，但你能夠你影響周圍的人，神就喜悅了。你怎樣能夠影響？同埋咧，喺末後日子係需要興起更多傳道嘅，因為喺末後日子，敵基督出現，你已經唔使揾工作噶啦。點解咧？因為你要受呢個受嘅印記先有得做買賣，即係你已經唔可以做買賣，唔可以做生意噶。咁嘅時候咧，我哋只能夠係望天打卦。不過咧，望天打卦就有個正面嘅，就係神已祝福我哋。你是完全依靠神，所以全部你都即是在這樣的情況都不用上班，因為基督徒就會被殺，所以在這個情況我們就只是做見證。我們水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受訓練好、預備好，在末後的日子也都在現在都開始去做。其實你放假時去做，你拿假去做，你求神給你健康，給你身體健康，醫好了可以出發，也都是操練好我們的語言。如果你只係識廣東話都得嘅，咁有好多廣東話地方都係去嘅。如果你識多一樣語言，就去到更多。咁呢個求神幫助你，能夠喺真係咧被神大大使用。但係我哋睇到啊，祈禱嘅力量啊，禱告帶嚟神救，彼得脱離逼迫。喺使徒行傳十二章五節，一齊讀下。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教會卻為他切切地禱告神。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兩條鐵鏈鎖著，睡在兩個兵丁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旁邊，屋裡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說：快快起來！把鐵鏈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當他祈禱，教會為他切切祈禱的時候，忽然間他其實兩個看守的人都在他旁邊，忽然間有天使嚟到拍下佢，起身啦！鐵鏈就喺度脱落，跟住帶咗佢出門口。嗰兩個隔離嗰兩個兵都喺度瞓緊覺，就可以將佢救出嚟。神就可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行神蹟奇事。我哋睇得到聖經裏面嘅神蹟，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奉耶穌名趕鬼，說預言，見異象，我哋都成日見，係咪？說預言見象，即係唔係個個人有啊？不過係的而且確人有，係咪？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哋都有見啦，好多啦。奉耶穌名趕鬼又見好多啦，係咪？不過我哋比較少見呢啲，係咪？即係先講幾個樣，有火降落嚟啊，鐵鏈脫落嚟啊。喺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又講到行異能嘅恩賜，呢就係異能啦。神會俾我哋異能，喺需要嘅時候。即係你唔係神咧，就唔係叫你，即係你走去山上去吩咐呢棵樹移到呢個地方，吩咐咧啲火咧天上降落嚟燒咗啲咩嘢？即係神唔係要你我哋咁樣樣去用嘅。喺呢個受逼迫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將來就會有呢咁嘅機會，神亦都會同你講嘅。你而家吩咐火喺嗰度降落嚟啦，即係神就會呢個時候。但係我哋今日就首先做嗰啲我哋而家成日做嘅，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同埋趕邪靈。你做慣咧，你就已經好熟習嘅。好似我咁做慣咧，成日都會真係話俾人聽，經歷聖靈，佢真係成日經歷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係祈禱就帶嚟神嘅帶領喎。路加福音六章十二節，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呢度都系讲到带领喎。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佢唔系净系就咁自己就拣选喎，佢上山祷告，成晚祷告，然后佢第二日咧，佢就去拣选啦。即系话耶稣系好信服噶，佢信服天父，虽然佢有同样嘅神嘅能力，但系佢一样信服天父嘅带领。佢用天父去帶領嘅，佢講到就話天父講咩説話我就講咩説話，天父做咩我睇到佢做我就做咩嘅嘢。咁所以呢度咧，同樣佢揀選十二門徒，佢係天父指示佢嘅。咁咧即係睇得到禱告嘅時候可以帶嚟神嘅帶領。嗱，有啲人咧就真係好好嘅，佢真係收到神嘅聲音啊，神話俾佢聽你做乜做乜咁樣，即係我覺得係非常好嘅。喺我嚟講咧。我就不是好像那些人收到那麼多的，我多數收到什麼呢？感動想去，但有時想去呢，有得去，有些人去得，有些人不去得都有的，不過到時都有神就會給我開路還是不開路的了。那開路我就去咯，我又很有感動去，不開路那到時又不去得了，那又會神呢就即是告訴我不要去了。這個都是神的帶領，即有些人就直接收到，有些人收不到，即不是立刻收到，但是總之你聽神話，神一定指示，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有信心，神一定會指示我們當行的路。有很多人就跟我說，哎呀，我又想給神用，不過不知道做什麼，做什麼呢？第一就是經常親近神，有聖靈充滿，處理生命，讓眼前做得就做，你做做下神就為你開路。我以前在眼前做很多，其實我在初信主的時候，我傳福音的數目比很多人多很多，因為我不斷向周圍的人去傳，成日去講，哪個人我見親都講的。那這個呢就給我很多很多的經驗。然後後來我做教會的侍奉的時候呢，我是接觸很大群人的，就是學生啊很多，那個個有不同的問題，當我幫很多人的時候呢，越幫就越有經驗了。那至於經歷聖靈按手祈禱，當我經歷之後呢，我有教會用，去神學院用，跟住咧就有人帶我去宣教啦，跟住我就四圍去，我都為人祈禱啦，就發覺神一路做啦，一路做工，即係話咧，我願意去做，神就用我。我希望大家都係咁，你願唔願意啊？願意。難唔難啊？難。其實唔難嘅喎，係爭在行出個步啊。咁你，我想問你，你最近呢個禮拜呢個月有冇為按手祈禱？除咗呢度之外，有。有。OK， 有係非常好嘅。嗱，我希望個個都有喎。咁因為我冇機會啊，有時你係要踏出噶。我試過喺打乒乓嗰度同人祈禱啊，即係呢啲人好多人都會覺得好魚好怪喎，真係。但係嗰、那個同我有一個打乒乓，佢經歷好中意佢見真我，佢就叫我為佢祈禱啊。即係我哋可以咁樣樣喎，我亦都有不同嘅情況，我同人傾傾下。我今日有一個人咧，佢又同我講啦，佢又話。你下次你要同我祈禱咯，即係我係會有啲咁嘅情況，亦都有啲我就會問佢，你想唔想為你祈禱？咁即係神咧，真係會帶領我哋嘅。好啦，咁然後咧，我哋講到呢個大衛嘅帳幕，聖經講到呢個復興大衛嘅帳幕，歷代志上十五章一節，大衛就大衛城為自己建造宮殿，又為神的約櫃預備地方，支搭帳棚帳幕，一齊讀下。大衛吩咐利未人的族長，派他們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筆作樂，歡歡喜喜地大聲歌頌。然後呢，撒母耳記下六章十四節，大衛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由歷代志上十五章廿八節，這樣以色列眾人歡呼吹角、吹號、敲筆、鼓瑟、彈琴，大發響聲，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在這裡講到大衛在大衛城為自己建造宮殿，又為神的約櫃預備地方，支搭帳棚帳幕，就吩咐利未人就派他們在歌唱，用各樣的樂器歌唱，並且分開24班次的。然後他就帶領約櫃，他就在約櫃面前跳舞，然後就帶領約櫃帶去這個大衛的帳幕的地方。
在大衛帳幕的敬拜和禱告和談道，歷代志上十六章九節，一起讀下，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要以他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名，心中應當歡喜。四十二節，希曼耶路頓同著他們吹號敲拔大發響聲，並用別的樂器隨著歌頌神。咁呢度咧係講到咧，即係喺讚美神啊，一路讚美神同埋講論神一切嘅作為，因為神嘅聖名誇耀，應當歡喜快樂，用樂器嚟到讚美神。其實大衛好常常有讚美神，佢有可能受邊一個人影響呢？我哋先睇個經文，有邊個人影響佢呢？撒母耳，撒母耳就有一群咁樣嘅人咧，一路讚美神嘅。咁當大衛做王之後咧，佢就可以有權咧指派嗰啲利未人啦，二十四班次一路咁樣去讚美神，就係佢喺大衛喺撒母耳身上學得到嘅。因為曾經咧掃羅想追殺佢喎，去到嗰個地方咧，嗰啲捉嘅人即刻又受感説話又翻轉頭，三個都係咁，最後掃羅都一樣，即係大衛同佢一齊，所以時時都係讚美神。所以大衛是有這個習慣，所以他當他領約櫃，他又在讚美，又在跳舞，就是他已經習慣了，他是已經習慣了，好像我們今天這樣很自由地去讚美和跳舞的。他都奏音樂，我們有時想到奏音樂就一定是奏得很嚴肅的，但我們看到大衛跳舞真的跳得不是很嚴肅的，是就是跟很多人，譬如說如果我們想到在約櫃面前跳舞，即係諗到應該係嚴肅啲嘅，但係大衛咧，即係點樣嚴肅咧？即係啲比較好嚴肅嘅動作啊！即係大衛咧就唔係一隻極力喺度咁跳舞嘅，即係佢覺得親近神咧就唔使要好嚴肅嘅方法嘅。喺大衛嘅帳幕中，二十四班次嘅讚美，亦都係史上廿五章七節。他們和他們的弟兄學習頌讚耶和華。善於歌唱的共有288人，這些人無論大小，為師的、為徒的，都一同祭先分了班次。祭先的時候，第一祭出來是亞撒的兒子約瑟，第二是基大利，他和他的弟兄並兒子共十二人。然後跟住咧又到第二十四啦，三十一節嗰度第二十四是羅曼提以謝，他和他的兒子並弟兄共十二人，就是分了十二個班次。二十四個班次，但係咧人數咧唱咧又唔係多得好緊要喎，咁咧就係十幾個人嘅啫，即係一班咧，咁當然有好多祈禱塔嚟講呢個已經好多噶啦，即係每個班次咧係十二人啦，咁咧就分開每個班次咁去讚美神，呢個咧就係大衛嘅帳幕係就不斷咁樣去讚美神嘅。咁而聖經又講到神咧要建立大衛倒塌嘅帳幕，叫以色列人同外邦人得福嘅。亞摩斯書九章十一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剩餘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行者事的耶和華說的。咁呢度講到咧，佢要建立大衛倒塌嘅帳幕。咁呢個倒塌帳幕係點樣樣咧？倒塌帳幕同約櫃同埋會幕係唔同嘅。會幕咧係有聖所至聖所隔開曬嘅，但係呢個大衛嘅帳幕係冇嘅，唔係咁隔開嘅。咁咧就即係呢個咧就睇得到咧係一個敬拜嘅地方嚟嘅。咁咧神咧就話我要重建呢個大衛。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然後十二節就講到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剩餘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咁到呢個以色列人，即係講以色列國啊，因為所有神的子民咧，可以包括以色列人，亦都可以包括列國得到神的恩典。即係話，當我哋親近神的時候咧，可以得到神各樣的大嘅恩典同埋福氣。咁呢樣嘢。即係一個可能性就係用二十四小時嘅即係祈禱塔啦。但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哋自己成日都係一個祈禱塔，即係我哋由早到晚啊，成日都係讚美神，成日都係親近神。
咁亦都咧，我自己覺得咧，祈禱塔咧係應該點樣咧？就係、是、好似聖經所講，好似摩西嗰種祈禱啊，嗰種讚美，撒母耳嗰種讚美啊，大衛嗰種讚美咁樣嘅投入嘅，用靈嘅禱告同神相通嘅嗰種能力係更大嘅，即係唔係淨係祈禱，同埋唔係淨係為事情祈禱啊，係被聖靈充滿、被神嘅靈感動嗰種嘅祈禱咧嘅時候咧，神嘅工作係更加大嘅。在《使徒行傳》十五章十六節就講到應驗這個經文了，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叫剩餘餘剩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就是說建立這個大衛倒塌的帳幕就會叫餘剩的人，這個餘剩的人的意思呢，就是神的選民的意思，神的餘民。這個意念在哪裡來呢？就是講到當神趕散以色列的時候，神就 有一班餘剩的人，這班人就是神所揀選的人，就是講到就是說這個其實就是被揀選得救的人，這個就是餘剩的人，就是聖經所說這個字眼，不是只是講到剩下的人，是講到得救的人的，將這餘剩的人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會尋求主，就是這些人呢就會當他們敬拜的時候，他們就會尋求主。同埋咧喺埃及講到足壇哀求，神就差遣救主去祝福喎。以賽亞書十九章十九節，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據。埃及人因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護衛者拯救他們。呢個講到就係埃及咧，佢哋就築一座壇嚟到去敬拜神，去哀求，然後咧神咧就差遣一位救主。咁又喺嗱呢度十九節啦，十九章十九節，有喺廿一節咧，同埋廿二節咧就講到神咧點樣祝福埃及，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耶和華必擊打埃及，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在這裡咧講到埃及人咧，佢神會擊打佢哋，即係話佢會受災難，但係咧災難又醫治喎，佢哋就歸向神啦，即係講到埃及會歸向神。他就應允他們的祈禱醫治他們。然後在十九章二十三節呢就講到在中東的地方呢是一國三律，三個地方都得著神的恩典的。這裡是講到呢，就是說當人禱告帶來那種的果效，在我們今天見到中東經常都打仗，但這裡呢就講到在中東的地方呢是會有很大的復興和更新，就是透過禱告，神的禱告，但當然都一定有傳道的，不是說你禱告就不傳道。十九章以賽亞書十九章廿三節，即是剛才的經文繼續落，你繼續看下去，十九章回去看再看，你會看得到的。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論，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咁呢度講到咧，埃及悔改咯，又有從埃及通往亞述。亞述咧其實係中東好大嘅地方，係屬於亞述嘅，即係而家好多打仗嗰啲地方咧，都係中東咧，都係就係亞述嘅地方。即係由埃及咧就通去亞述，有大道。咁亞述人咧就要進入埃及，埃及人又去亞述嗰度，咁佢哋一齊要敬拜耶和華，即係帶動嗰班人嚟到敬拜耶和華。其實今日我哋睇到係好難嘅，因為宗教嘅難阻係好難。但係呢度聖經係講到將來會發生呢樣嘢嘅。咁然後當呢兩個國家咁樣敬拜耶和華咧，跟住咧以色列就同佢哋一齊啦。以色列就會同埃及同埋亞述三國一論。就會咧，佢哋一齊嚟到翻到神嘅面前。咁呢樣嘢都係從敬拜禱告開始嘅，敬拜禱告。我哋傳福音亦都係一定有神嘅同在嘅時候，傳福音就會好好唔同啦。
咁由最後咧好特別喎，埃及係我嘅百姓喎，即係因為好多時我哋就諗到以色列係神嘅百姓啊嘛，有亞述就係我手嘅工作，以色列係我嘅產業，都有福了。即係講到咧，神咧要祝福中東嘅地方，所以我哋祈禱神啊，你祝福佢哋，憐憫佢哋，恩待佢哋，讓我哋用愛對待佢哋。即係我哋睇得到咧，喺末後嘅日子，呢啲都會帶嚟復興更新嘅。好啦，咁我哋上次都講過呢個點樣禱告啊，我哋再睇一次，一齊讀啊。第一，深信神極愛我們，宣告和享受神的愛。即係祈禱嗰時咧，就冇話哎呀神啊，你喺邊度啊？神好遠啊！而係成日都相信神就喺度，神好愛我哋，所以你一祈禱，神係愛緊我嘅，祝福我嘅，時時咧都相信神好近嘅。第二啦，整天用心靈同誠實禱告，不單用言語，唔係就用説話喎，係用心靈誠實，成個靈魂，即係好似撒母耳嗰班先知，佢哋敬拜咧係好投入嘅，即係唔係一個靈嘅禱告，靈嘅敬拜啊，同個心靈發出嘅。第三啦，有信心。神定意想祝福信從他的人和帶來復興，當人渴慕神，神就做工了，即有信心，神是很想祝福的，即祈禱祝福，不要說很難很難，是神很想的。其實神的祝福可以今天開始在你身上，神的改變可以今天開始，神啊我願意，我將我生命給耶穌，我願意處理生命，今天就開始的，今天就開始處理的了，就可以改變的，即不難的，得到神的祝福。第四，持續長時間禱告，進入神更強烈的同在。進入神的強烈同在，不是只是單即就咁祈禱啊！我哋睇到撒母耳記上嗰種祈禱，初期教會嘅祈禱，大衛嘅帳幕嗰種祈禱敬拜，係有今日好多教會唔係嘅。好多教會祈禱係點咧？五分鐘、十分鐘嘅啫，係好短嘅時間。咁我哋就求神幫我哋係進入呢種聖經裏面呢種咁樣嘅長時間投入火熱嘅禱告，叫神嘅同在更加強烈。第五啦，愛慕神和處理生命，叫神更喜悅我哋，即係我哋自己啦，又愛慕神又處理生命，神就歡迎我哋啦。第六，與更多基督徒同心合意禱告，即係有機會你周圍有基督徒一齊住嘅，就一齊禱告。但係你禱告你有行動啊，即係其實。禱告其中一方面，我哋今次講到禱告，但係禱告唔係淨係禱告，而係禱告之後有行動啦。第七，避免這樣的狀況，不信對神懷疑自憐，留在最終體貼肉體，隨意禱告。因為有啲人祈禱一路祈禱咧，都唔會啊呢、這個人都唔會病好翻㗎啦。一路祈禱啊，神都唔會復興嘅，即係個心態咧係好覺得唔會發生，或者自憐啊。有啲人自憐祈禱就係點啊？哎呀，好慘啊！神啊，你快啲可憐我啦，我好慘啊！咁呢個自憐啊。禱告即留喺最終一路犯罪咧，神係唔喜悅嘅。我哋有罪就悔改，你未處理到罪，你肯悔改，你肯努力就已經好啦。咁同埋你睇《輕鬆得勝》講到點樣，一有罪嘅意念，即刻喺個心意裏面咧已經阻止嗰個罪嘅意念咧，你就可以進步啦。唔好等到行咗出嚟，一有罪意念即刻處理啦。同埋心信我哋好寶貴，可以好大俾神用嘅，好大發揮嘅。你今日可以蒙福嘅。可以祝福好多人嘅，咁咧你就會處理生命啦，你就會神就中意啦。同埋咧，體貼肉體，淨係掛住令到自己舒服啊，得到自己享受啊，或者隨意，我想要一個最靚仔嘅老公，我想要一個最吸引嘅老婆咁啊，即係只係咧自己想要乜嘢嘅時候咧，咁嘅時候咧呢、這個自己即係隨自己己意嘅。好啦，咁呢個我再講翻幾種不同嘅祈禱啊，一齊讀啊。恩典的禱告，宣告神對我們的恩典，叫自己常常滿足、喜樂、有信心、無懼怕。神，你是愛我的，你定意祝福我，你愛你看重我。嗱，呢啲就係我成日教嗰啲。神，你愛緊我，祝福緊我，你同我一齊嘅。哈利路亞！神耶穌，你係時時陪伴我，時時咧定意祝福我嘅。咁呢啲係恩典，即係宣告神嘅恩典。呢、這個咧係因為好多人咧好沉啊，有啲人成日都話。我祈極都冇用嘅，成日都唔開心嘅。我哋宣告神嘅恩典咧，就會有力量嘅。神愛緊我嘅，祝福我。其實咧，聖經好多喎，你睇詩篇好多講到耶和華啦，看顧佢嘅百姓，耶和華祝福佢嘅百姓，耶和華揀選佢百姓，係並且將佢嘅生命咧寫咗生命冊上。即係聖經係講咗好多啲作為，我哋就宣告啲出嚟。第二咧就享受神啦，想著神的愛而享受他。
享受從神同在帶來的平安、輕鬆、喜樂。嗱，兩種享受，一種咧啊，神咁愛我，真係享受，即係諗到天堂真係好啦，哎呀，享受。神會咁樣幫我，真係享受，即係思想大起嘅第一種。第二種咧，當你祈禱，哇，好平安，好舒服，就享受啦。呢種享受嘅祈禱係可以同埋其他一齊嘅，即係一路祈禱一路享受。咁點解享受會更加好呢？譬如你祈禱，好似我今日我要，譬如即係人要咁諗，我又要祈禱一個鐘，又要祈兩個鐘，哇，好辛苦啊！好似做工咁樣，咁你咁嘅心態咧，你自然你唔會輕散，又唔會容易得力。但係你個心裏面咧，啊，你女人一路祈禱真係舒服啦，咁真係喜樂啦，咁即係耶穌。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留喺更長嘅祈禱，更投入嘅祈禱。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回應神啦，敬拜、讚美、愛慕神啦。第四代禱，一齊讀啊，有一種靈的禱告的狀態去代禱。因為我講到代禱啦，耶穌講到祈禱咧，佢都話唔好用好多重複話，以為用好多重複話好似外邦人，以為用好多重複話咧神就聽。其實當我哋祈禱嘅時候咧，唔係著重你講幾多次，有啲人就以為我講好多次啦，譬如有病啦，每日講五十次，每日都講五十次，神咧就會聽啦。即係神話咗你唔好用重複話，我已經知道噶啦，你未求先我已經知道。神睇重唔係你講幾多説話，摩西神睇重佢，神唔係話摩西啊，你祈禱一萬次，你成日同我講，所以我而家聽你祈禱啊。耶神安明認識佢啊，神同佢好似朋友咁樣樣啊，即係話呢種嘅關係。所以咧，唔係我哋講幾多次，係你嘅心靈達到神嗰度，呢、這個就係祈禱嘅鎖匙，係用心靈係喜悅神、相信神嘅愛咁樣嘅祈禱咧。他們在代禱的時候怎樣？神啊，你定義祝福香港，定義祝福我們的教會，定義復興這個課程的。神，你定義祝福我們，所以我有信心。神，你一定祝福的，你首先改變我先。都為到牧師祝福，為到每一個我們的學員祝福。神，你一定興起他們的，為到我們的領袖，為到 Mandy， 為到我們的同工祝福。神啊，你一定祝福他們，一定憐憫他們的。即是你的心裡面都是用一種信心。譬如你祈禱有困難，有些人就祈禱神啊，點解你要咁啊？點解有地震啊？死咗咁多人咧、啊，神啊，你快啲去救佢哋啦！你知唔知佢哋好慘啊？咁神梗係知道啦。我哋就祈禱嗰時咧，就唔係第一就唔好埋怨，而係相信神有恩典嘅。神啊，你興起我哋去祝福佢哋，讓我哋真係神啊，你祝福呢啲人，讓佢哋得到人嘅幫助，同埋咧亦都得到基督徒嘅幫助，帶領佢哋悔改信主。即係喺個代禱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言語，喺個心靈裏面相信神一定祝福嘅咁樣嘅心態，同埋喺靈裏面，哈利路亞，主啊，你一定祝福佢哋嘅神啊，我哋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係愛佢哋嘅，又等候神喎、啊。另一種嘅禱告就係等候神臨在，或者等候神嘅引領我哋。咁嚟講比較難啲嘅，等候神。但你可以用嘅方法就係有時，即係你唔好單係等候神喎，同埋你祈禱未入咧，你唔好等候神。點解咧？因為你祈禱未入咧，你等候神咧，你係一定瞓覺嘅。即係你都未識得靈嘅祈禱咧，你就唔好做啦。你已經習慣到專注祈禱一段長嘅時間，你先可以做靈嘅喺呢個等候神嘅祈禱。如果唔係，你十瞓咗覺。咁等候神咧，係會有啲人咧，佢真係會慢慢個靈越嚟越平靜啊。神就容易同佢講嘢，並且神亦都會帶領佢進入不同嘅境界。呢個係譬如王傳道佢就有呢個經歷，佢就一路等候神嘅時候，慢慢咧神就帶佢天堂啊。但唔係個個人都有呢個經歷嘅。咁江秀琴就帶講咗好多關於等候神嘅，就亦都好多人咧等候神咧經歷到神好多嘅工作。咁呢個係我哋可以學習嘅。咁同埋咧第六啦，與神聯合，神嘅靈聯合嘅禱告啊。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嗰度，六章十七節就話咧，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咁呢個咧就係同神嘅靈相合一啊。咁我喺祈禱嗰時咧，我會咁樣樣嘅，即係我嘅靈咧同神嘅靈，我喺度心裏面啊，神啊，讓你嘅靈完全掌管我嘅裏面，讓我裏面完全神嘅靈運行。讓我同你好近好近，
因為聖經裏面有句説話，羅亞書八章講到咧，冇人能夠叫我哋同神嘅愛隔絕，即係神嘅愛成日圍住我哋，不斷圍住我哋。不過有啲咩隔開呢？就係罪同埋軟弱。但係我哋已經處理咗好多喎，但係好多人都話，當佢一離開世界，一個靈魂一出嚟，哇，鬆到不得了，哇，好開心，好喜樂。即係原來我哋始終有一個罪性嘅攔阻啊！我哋始終有啲嘢攔阻住嘅，即係外界影響唔到我哋同神嘅愛隔絕，但係我哋嘅罪同埋我哋嘅軟弱會攔阻。所以我喺祈禱時我就學習神啊，幫我鬆曬，完全鬆曬，唔俾人影響，唔俾環境影響，唔俾自己嘅影響，完全放手，完全咧就係同神相合。嗱呢一樣嘢咧係比較困難嘅。但你學到靈嘅禱告咧，你就可以嘗試去咁做，即係你嘅靈同神嘅靈合一。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喺祈禱裏面咧一路進步嘅。係主幫助我哋啦。如果你上一次冇嚟咧，你可以聽翻上一次講翻祈禱嗰度開始講，又跟住下一部分。但係最主要呢個結論咧，都係講到呢一度幾種嘅祈禱，同埋祈禱嘅心態，同埋點樣祈禱更加有力量。係主幫助我哋成為祈禱嘅人。亦都求主為到呢個課程禱告，讓呢個課程能夠有影響力，喺你生命中有影響力，喺香港有影響力，喺世界有影響力。讓我哋咧，即係為呢個課程禱告，讓呢個課程真係改變你哋，建立你哋成為禱告嘅人、侍奉嘅人。侍奉嘅人如果冇禱告咧，力量係唔大，果效唔大，佢所做嘅有限。禱告嘅人唔去侍奉咧，即係禱告完啦，充滿能力又唔去侍奉，又係嘥曬喎。所以一定係禱告完咗，即係跟住去用出嚟。咁呢個先係合神心意。我哋使徒行傳見到保羅、西拉啊，佢哋禱告好多，然後佢哋就出去啦。佢哋以全劇禱告傳道為事，係主幫助我哋成日同神聯合啊。習慣，你有呢個習慣，一日祈禱幾多次咧？是一次，即由早到到夜晚嗰次啊，時時咧係時時咧有祈禱嘅狀態。咁我希望咧，因為人始終人都係有軟弱啊，到上一又唔記得咗啊。咁咧，我希望大家咧就點樣咧？一記得就會不斷咁禱告，讓我哋一日祈禱咧係可以幾千次嘅。哈利路亞！我哋一齊嚟到神面前啦！我再一次用呢個恩典嘅禱告。哦。哈利路亞！一陣你要操練喎，今日操練你哋恩典嘅禱告。耶穌多謝讚美你，耶穌多謝讚美。哈利路亞！大家起身。耶穌，你就係呢個地方，你定意祝福我哋。你留意恩典嘅禱告咧，就係宣告神嘅恩典嘅，然後咧就回應神。Okay, 一年嘅祈禱啦，一路享受神啦，然後就敬拜讚美愛慕神，即係回應神啦。呢個係恩典嘅祈禱先啦。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我哋多謝你，因為你愛緊我哋啊！哦，你睇住我哋親近你就好歡喜快樂，你因我哋歡欣喜樂，你默然愛我哋，且我哋喜樂而歡呼。多謝天父，多謝天。我们前后环绕，安上我们身上。撒母耳他有神的同在，跟着他就去做。
神啊，我渴慕你，好似鹿渴慕溪水一样，我想同你有密切嘅关系，我好想我嘅灵同你合一。我多谢天父，你系我嘅生命，耶稣你系我嘅生命，你系我嘅一切。我欢喜你，我赞美你，我爱你，我享受你，有你真好啊！心充满着你，哈利路亚！神啊，而家我代祷啦，神啊，求你怜悯呢个世代，福气呢个世代，实在太多人懒惰啊！耶稣，实在太多懒惰嘅基督徒，你见到嘅时候，有好多基督徒甚至你好想从你嘅口中将佢吐出去，因为佢哋不冷不热。主啊，求你使用我哋复兴佢哋，使用我哋去复兴佢哋，使用我哋让我哋嘅说话。我哋嘅见证影响佢哋，神啊，你好想使用我哋，你好想使用去祝福呢啲人，主耶稣求你怜悯佢哋，让呢个世代真系能够进入复兴，预备你嘅翻嚟。耶稣，我哋需要更多人，更多人去爱你嘅国度，更多人关心你嘅国度。求主施恩，多谢耶稣，耶稣你一直听我哋祷告。宣告神的恩典，又去赞美神，去爱神，也都可以有这个代祷的，两个两个做，等你两个都做，由一阵间呢，觉得三个字到呢，你就出来，有几个去做，你试一下这个过程怎样去做得更加好，咁呢也都可以给意见，对方缺乏了什么，譬如有些太多悟性的，太少灵性的，太少用个心灵发出的，太少兴奋的，我哋领敬拜都带住兴奋，主啊，你真系好嘅，哈利路亚！耶稣，多谢你，因为你咁爱我哋，你陪伴我哋，有你真好啊！你试下用你嘅心灵发出你对神嘅感情啊！多谢耶稣。